过年了，过年了，香香美食给您拜年了，香香我祝您万事如意。小飞，我就祝您诸事大吉。美食过年咱继续哈，今天一开始呢，香香我要拿出来的那是三门峡的美食名片了啊。嗯，玉溪三门峡陕州的啊地坑院里的石碗席。哎呦，尤其是那个穿山灶特别有特色。哎呦，你了解是吧？那个特别的讲究。那你这边呢？那我这边咱就往玉溪北稍微走那么两步啊，然后咱来看看这个。 济源的石板肉，哦，鸭板肉是不是？对，鸭板肉。对，那个也是做起来特别的麻烦哈。嗯。哎呦，我觉得今天咱们一开始说这两个都特别适合在过年的时候吃。那咱就一起来看看吧。 穿山虎，穿山虎，哎，一虎穿十个虎，太震撼了！各地都没有，就是咱们山东地坑院有。地坑院也叫天井院，距今已有约4000多年的历史，被称为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，看上去就好像陕北的窑洞，只不过一个是在山上，一个在地下。 里面有食物呢，秋凉里面大毛巾。哎呦，好香啊！ 穿山火也叫穿山灶、过山灶，它由一排炉灶串联而成，有7-8个灶眼，火在灶的一头烧，热量穿过灶膛送到每个灶台。由于离火的远近不一样，每个灶台的火力大小自然有别，正好为蒸、炖、焖、温提供了不同火候。 穿山灶煮出的东西啊，就是咱们乐山肉现在陕北下石碗席。能尝尝吗？这一翻，这个热气都上来了。这个小酥肉，太有食欲是吧？嗯。陕州石碗席，相传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就菜品形状而言，有丝。 片、条、块、丁，花样丰富。就制作过程来说，则有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烧等变化无穷。至于营养方面，讲究荤素搭配，汤菜兼有，香而不干，爽而不硬。四个猪是最好吃，四个肉，哎，然后就是丸子，海带，再加上这6个，还有一个大烩菜， 还有这个豆腰、肥料，一个调2个凉菜，哎，然后加到一块来，基本上是10碗。三门峡的陕州地处黄土高原，气候干燥寒冷，民间饮食多带汤水，喜欢香辣咸酸，荤素搭配。 菜根据季节不同有所调整，主要食材是猪肉、豆腐、粉条、海带、豆芽。哇，这就煮好了哈！对对对，要趁着热抹。哎，凉了就抹不上去，必须要抹匀，全部上色吧。条子肉、小酥肉、辣豆腐。 海带金针菇、农家乐炖、丸子等等，十碗席中的每道菜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。咱老百姓欢欢喜喜过大年，图的就是一个吉利。新年快乐！
是第二代传人。这位笑眯眯的就是拜鸡鸭碗肉的第二代传人老拜，干这行已经20多年了。刚才那一片一片的就是济源的名吃鸭碗肉。哇，好大一片啊！哇，你知道这垫在手里这感觉能动多爽吗？这是实打实的，这都是牛肉啊！这比你脸大呀！这透明的部分是什么？皮冻吗？这是？是啊，蹄筋，蹄筋儿。哎，哦，这是肉跟蹄筋儿压在一起的，这是？对。哇，哎，看到没有？透着光还透亮呢。这个是咱们济源当地的，算是特有特色。哎，对。哎，好像这个好像是在其他地方我还真没见过。重庆济源就没有这个。我说济源都没有吗？这个牛肉就是做这个鸭板肉用的，做成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磨盘，用磨盘。对，道理我们都懂，可是这一块块的腱子肉到底是怎么变成这种肉质的大理石的呢？你知道在这个站在锅边这个香味有多浓郁吗？啊，特别特别香啊！这要煮多久？4个小时。想要做成这鸭碗肉，要先选好牛的腱子肉，先是在水中浸泡2天左右，去除血水杂质，再下锅卤制，然后在纱布里垫上牛肚，抹上调料，再放入牛肉，中间用煮得快融化的牛蹄筋作为粘合剂，均匀地填在牛肉的缝隙之间。老拜说他这手艺的关键就在这里，具体的手法是最大的秘密。这是煮好的这个肉啊，现在要打包是吧？对对对，一般人干不了。对，他这个系的时候还得相当使劲扭一下是吧？对，包成严实的布包之后，就轮到刚才提到的正主石墨上场了。哇，看听到声音没有？两个人怎么样，能抬得动吗？哎呀，可以。大哥您不上场，看这个磨感觉也有年头，这磨盘用有多久？哦，还不行，还要再往上压石头。对，这要压多久？20个小时。用400斤的石磨，通过最原始的方法重力来让牛筋和牛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做出来的就是鸭板肉了。这个是专门正这个青石板。青石板这也有讲究？对啊，它的一没有灰尘，第二呢它起到一个比较凉冷却的作用。想要鸭板肉能做好，石磨青石板缺一不可，要压一整晚的时间鸭板肉才能成型，然后放入冰箱就可以了。因为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全靠融化的牛筋和石磨的压力让这些牛肉粘合在一起，所以温度稍高一点鸭板肉就很容易融化散架，这也让这道济源特产成了季节限定的食品，在夏季你根本就吃不到这口。你也等着买了啊？等着买啊。您在他家是买了有多久？我最少吃有10几年了。他家以前不在那个地方，以前在那个十字口，下去有个十字口。哦，卖了。当时没有这种机器，全部拿的这个大刀切的毛片。大刀切的，大刀切的。哟，那不是更有感觉？那个那个非常有感觉。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，老拜和他的父亲都是靠这把刀一片一片的切肉，因为切肉腰上留下了一堆毛病，这做牛肉的手艺老拜是传给了2个儿子。可是问到这刀，老拜说刀就不传了，我走的时候把他也带走。哎呦，你瞧瞧刚才说的这2个都非常的有特色吧。嗯，接着来哈。对，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呀是甜蜜的啊。哎呦，甜蜜的啥呀？也是三门峡的水花佛手糖糕。哎呦，很漂亮。糖糕甜吧，是吧？但它这形状也特别好，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。嗯，而且呀，外面的这个皮儿啊酥的就像个水花似的。哎呦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呢，接下来我还得是介绍济源的啊。济源有麻烫。麻烫，对，甜甜蜜蜜的，当然了，此麻烫非彼麻糖，应该叫麻烫。对，正月里来我有花儿采，那位有迎春花儿采，我有什么菜叶子头上戴，忽然间月季花儿也开了哎。过去老百姓半年辛苦半年旱，冬天没事了，大家就在家里头剪个枝，常常一起小调，挺热闹。孟姜女送一刀成钱，这个花子，这是个几十口几十四身上。辛苦一年了，在吃上也要犒劳犒劳自己。山中小吃很多，比方说水花扶手汤糕。
老少都比较喜欢。你那人带着小孙子也过来。你好，你好。给我那个，他这是家传祖传。我家小孩特别喜欢。你看他整个吃的，这唱歌确实不错。啊，那你吃吧，你吃吧。这外面炸这个皮啊，是熟这个熟软的，里面是个甜，吃别特吃着吃着特别好。这也就是软和嘛，主要甜，好吃。碎花就是上边这一层薄皮儿，就好像碎花一样，它在上边。它扶手就是好像咱就像咱扶手一样，扶手的下边打上边像手一样，就建成碎花扶手汤糕。要两个，两个。碎花扶手汤糕必须是外焦里嫩，老年人小孩都喜欢吃。翡翠特点就是焦脆酥软香甜。小的时候，我父亲一直在人民饭店。从我印象中，他的汤糕跟我是一模一样。他那面剩，他起，谁都汤糕起不了化。必须要手宽才能抱进去。你如果这个起手不进去，那个面就塌下来，不会像扶手一样鼓起泡。里边没有空气，面吃了粘牙。它要扶手鼓起来以后，它里边那个面已经炸熟。它里面包这个原料，主要是以糖为主，其次的配料是黑芝麻、青红丝，还有橘子皮加工成橘子粉儿。按照油锅里头捞出，想着这个东西吃着这很油腻，实际上不然，入口啊老少皆宜，小孩也爱吃，老年人也喜欢吃。每天早上到八点钟以后都没有了。不敢。别弄弄，一会儿手上准是有。哎呦，你管你弄啊！少说说冰呗。市面上叫扶手汤糕，实际咱民间老百姓都叫油馍。油馍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年节时下，家家户户都吃这个东西。哎，也可以。刚开始学时候，有些包嘞，那个形状不太好，就像饺子；有些包像包子，有些包的好，有些包的下，下的下吃，好的好吃。反正是吃着这味儿，倒是香甜美味儿。这老百姓他是图一个吉祥，图一个如意，图一个团圆。还可以，很好，很好。西麻糖，你只需要站在旁边就可以闻得到特别足的味道，特别香甜的味道。吃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外表这一层表皮焦焦的酥酥的感觉，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是软软的筋筋的甜甜的甜甜的油香面香，还有那个糖稀的甜味儿搭配在一起，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，特别好吃。究竟这济源麻糖是怎么制作的呢？郭大姐首先端出一个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糖稀，这都在那麦芽稀。哦，麦芽糖稀，就是等于和面是用这个糖稀啊，就是麦芽糖稀来的。哇，直接就这样开始拌啊，开始和啊。哇，你没有发现它等于是瞬间就变得特别硬了？当糖稀和面粉充分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了。面团的软硬程度其实它比较接近于那个，就像咱有时候在家包包子的时候那种包子皮儿。和好的面粘性还是非常大的，还要稍许再揉搓一下，不需要上劲儿，和均匀就行。把面揉成一个长条状，下面就可以开始改刀了。哎，然后哦啊，这样给它推开了。推开。哦。哦。哇，其实颜色也很好看哦。要开始切了。啊。哦。
但是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就是头两刀不切断，第三刀切断，第三刀切断哦，等着下锅，等着下锅了、啊、郭大姐告诉我们，炸制麻烫必须要用煤才行，这样炸出来的麻烫口感和色泽才是最正宗的。哦，这几成热的油温啊？这都是七八成。七八成热的油温。嗯。哦，喂，喂，干嘛？哦，把你鞋上炸鼓嘞。哦，就是这样子折一下。啊、哦。然后才能鼓起来是吗？鼓起来啊。对呀。哦。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哈，因为里边并没有抹油啊或者怎样分层那种的，它是怎么鼓起来的？哦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啊，对的。哦，不烫吗？多了它也不烫。哦，多了就不烫了哈。整天把嘞，它也不要感觉烫。哦，整天做这个，然后所以就是，也就不觉得烫了哈。说不烫，说不烫，其实它应该有个200度左右的温度，对吧？应该有七八成热嘛。啊。嗯。出锅的麻烫要先放在盆中控出多余的油分，刚出锅的麻烫趁着热乎劲儿是最好吃的，大的两块，小的一块，价格便宜，味道香甜，流口水了没？麻烫好吃。你说要是过年的餐桌上是吧，摆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两样，嗯，哎呦，那日子叫一个甜呐、嗯！哎呦，还得接着说，对，我觉得没有比出个胜负来。嗯，接着我要说的是渑池的了，渑池的大银鱼。哎呦，哎，这个银鱼啊，你说它叫银鱼，其实我觉得应该叫玉鱼，为什么？透明的。完全透亮的那个，对，嗯，很晶莹剔透。哎，那就是你拿什么出来呢？那没关系啊，你既然有鱼，我这边也得有鱼，这才叫年年有鱼。对呀、啊，过年得有鱼。哎、那么接着呢，给大家伙来这个周口淮扬的小椒鱼汤。哦，哎，这个也好、嗯、看看。猜猜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？师傅，告诉大家，咱们现在去收鱼。没错，收鱼。哦，听不到吧？太远了，听不到。您就是在开始收鱼了是吗？哇，这什么鱼呀、啊？哎呀，黄河里边还有这样的鱼？这是银鱼。银鱼。它嘴里边有妖精。哦。真还一条。啊，还有一条。哇，哎呦，这个手感它是没有鳞片的。你看这身子，阳光一打，好像中间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主刺，没有鳞，身子光光滑滑的，好漂亮啊。难得呀、啊，跟大家说，快快拿起来！刚才那条是白色，这条就真的是全透明的。行不行？没有什么味道，这还在动。看看放到水里边吧。好、啊。那你看，还在游，还在游。每天都这样划着船来收吗？啊、哦。刚好收到后边才行。我这儿家坐上高铁凳子。一等奖金二十三块四块，还最大号子也趴着呢。从哪里来的呀？不是安徽的。我跟你说，小友，这是还冻着呢。这个是今天早上收的这个银鱼、啊、是吧？刚摘出来是青的，隔一会儿是白的。这到河里边你根本看不见的，这水太浓，那种颜色你根本看不清。化妆品。可以做化妆品了呀，摸一摸你的手都可光呀。太滑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成功了，哦，居然成功。好了，这就算处理好了。哎，这手滑溜溜的。哎，坐下面吗？哎呦，您是平时就住在这船上吗？啊，平时住在。那冬天住船上冷不冷啊？冷吗？这哪是什么船呀？这明明就是家呀，什么都有。哎呦，这是厨房啊！船头就是厨房。就这样的盐。我们很家常的一些食材调料啊，真好看。平时做饭也不在这条鱼上。哎呦，这开始炸了是吧？好。
油已经热了。阿姨 ，Hello， 阿姨，这是小孙子吗？嗯，他平时也会到这个船上来玩吗？嗯，太远了，在西安呢。叫叔叔啊。阿姨你好。你好，要不要吃我们的银鱼呀？你奶奶亲自炸的哟。哇。现在去船上吃喽，船上啊，一层住人，二层我们来晒鱼干，然后吃鱼。远处还能看到清澈的黄河水，还有这种连绵的大山，好吃，味道挺好。你也觉得好吃啊？我们整天吃，但是总是吃不够，好吃，香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条渔船。我愿放下所有执着，做个渔夫住在海边。每一个早晨我航行在晨曦的海面，每一个黄昏我遥望在无际的海云天。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产反映在餐桌上，造就了人们千差万别的饮食习惯。地处河南东南部的淮阳，因为水域广阔，每到荷花盛开的季节，万亩龙湖边上不光可以欣赏美景，还有一道很独特的美食值得品味。好多好多人都上那来喝这个小鱼汤，你看他这个，你看实惠不实惠？3块钱，你看那个鱼汤，这个小鱼多少？俺是淮阳长大的人，出去这我都是已经从出去50多年了，但是每一次回来，都要过来喝这喝小鱼汤。作为承载乡愁的淮阳特色早餐，小椒鱼汤还被列为当地的十大名吃之一。这种当地独有的早餐究竟有什么样的独特吸引力呢？汤比较浓，比较香，而且不是那种很腻的香，你知道吧？它鱼吃着不苦，有的小鱼吃着发苦。吃到底这个鱼都是酥脆的。小椒鱼汤看着像胡辣汤，但是却没有胡辣汤那种辛辣和刺激。配料只有手洗面筋，底汤咸鲜开胃，小鱼口感焦酥，搭配上烙得金黄酥脆的手抓饼，就是一顿让人倍感舒坦的早餐。叫杨富民，淮阳南关人，从俺爷那一辈干，传到俺这都得三代了，是15岁接着干，跟着俺爸，我都干了30年了。杨大哥介绍说，小椒鱼汤在当地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，之前当地很多人都靠在龙湖里打鱼为生，才有了这种淮阳当地的特色早餐。俺都爱吃大鱼，是不是？小鱼嘞，打出来了，你都搬了吗？不搬，那慢慢的自己炸炸吃，也怪好好吃，长点盐，长点啥东西，自己喝着中了，哎，搁大江馆卖了。小椒鱼汤选用的是龙湖里的这种名叫爬地虎的小鱼，当地人称为泥巴鸥。之前有客人说，小椒鱼汤的一个特色就是酥脆，虽然是泡在汤里的，但是吃到碗底小鱼都是酥的，秘密就隐藏在这一口油锅里。那肉厚厚，这底下带有七层的，凉了嘞，它炸了皮根不焦，热了吧它炸熟了也一点也不焦，油凉了炸了腥，这个小鱼下里边了快变硬了啊，很热了，小火均匀，再用手一捏，捏不动，捏个就光能给那个鱼凉了，捏不动了就可以了。与胡辣汤的浓烈刺激不同，小椒鱼汤里除了炸干的小鱼之外，配料只有手洗面筋。一直都是手工面筋，手洗面筋。你那个买了面筋
好吃，口感好吃，筋。用手洗面筋剩下的面芡水勾芡，把控底汤的浓稠度。淀粉呢，它能那熬来汤呢，它发亮发亮不讲，它都是一个它刮，不好掌握那家伙的。打好之后装在汤里，汤里，它能那发亮，也不苦。你酱肉，酱肉它发乌，不好。是不是叹为观止？我跟您说哈，就是在我看到这个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咱们河南有这样的鱼。所以说咱河南真的是好地方啊哈。说起来好地方，还有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三门峡的岭鲍。岭鲍。岭鲍，哎呀，岭鲍的美食也是非常的有特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集合了，河南和陕西的特色。对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宴了不得了哈，300多年的历史了，而且呀，现在能做的人非常的少。哎呦喂，只有3个人可以做了。是什么呀？猪头宴。猪头宴呢？哎呦，那个好吃哎，是吧？那没关系，我这边还有呢。什么？从平顶山煤矿食堂流传出来的，让你牛气冲天的牛皮糊。
不要包露馅儿啊，别露馅了哈。这牛皮火烧，牛皮火烧，最重要的是外表的色泽。哦，刷上一层鸡蛋黄。啊啊、对 对, 对。哦，就像牛皮一样，看起来。是的。牛皮火烧是伴随着煤矿而产生的一种美食，如今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品尝到这种美味。而且牛皮火烧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为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哎呦，我觉得要是灵宝的美食拿出来说呀，三天三夜我都说不完。嗯，刚才那个就特别的有特色吧，而且我觉得很稀罕。对，稀罕的下面还有呢。还有啥呀？腐竹你吃过吧？吃过。哎，你吃的腐竹啥颜色的？黄颜色的。哎呦，那呀，你这个就属于见识短了。啊，其实不是见识短哈，接下来这个还是你去拍的哈。接下来说的这个腐竹，那可是彩色的。啊，那我知道了，既然你送上了彩色。那我就来一个咱商丘，用豫东小山羊熬出来的红油羊肉汤。哎呦，红的，红红火火。哎、嗯。豫西黄土高原飘起了雪，让年味儿更加浓郁。小飞探访的这家主人叫鸡金霞。来了，先进屋。这什么啊？腐竹呀，这个是黄豆腐竹啊，这个青豆也是腐竹吗？对呀、啊，还有黑豆腐竹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蘸汁吃。对，你先尝。生抽。对，哇，这种吃法真的很好吃哎，从来没这样吃过哈、啊，咸、鲜、香，对，啊，全都有了。黑豆的味道会比这个青豆的稍微浓一点。对对。嗯，香味更足一些，但是青豆的它会带点那个。微微的甜。原味腐竹做法简单方便，腐竹用水泡发，分段切成盘，备上蘸料，就可以招待亲朋好友了。青黄黑三色搭配，富有变化，口感有各具特色，富有层次。唐三彩腐竹炒鸡蛋来喽！哎呦，飞哥，尝尝。其实说句实话，这个腐竹吃起来哈，确实跟咱平常的腐竹不太一样。首先颜色上，它有这个青色的、黄颜色的，还有这个黑色的哈。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，口感和味道也都不尽相同哈。哎，确实是不错的。哎，小飞，哎，这个腐竹还有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吃法。还有？还有呢？干吃？就这样？你尝尝，赶紧。还有这种吃法？对呀、啊，越嚼越香，而且你吃的时候能吃出那种油油润润的感觉。吃得好是因为食材好，探寻到当地的特色腐竹，小飞的灵宝之行也算淘到了宝。话说，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吃货，光过嘴瘾可不行。这不，寻根探源，小飞找到了三色腐竹的产地。基本上看不见人影的这个车间的话，应该就是出腐竹的车间了。是的，雾气比较大，而且现在整个的空气里边哈、啊、都是那种豆香味儿。嗯，就是我们平常打豆浆打完之后，哎，你闻第一时间闻到那个味道。这个盒子里面盛的都是这些豆浆，黑豆浆。那您看到了吗？它就是上面这一层哈、啊，直接这么给它顺成一绺，直接就搭在这儿了。嗯。采用手工去提取腐竹呢，不需要添加任何淀粉和食用胶。机制腐竹加入不加淀粉、不加食用胶的情况下，很难做出来。它的口感没有手工腐竹那么劲道，那么浓郁香甜。哎，嗯，那种豆香味也有，那个甜度也有，是，而且那种软软的、热热的、筋筋的那种、口感，哎，特别特别好。走在利民镇的路上，随处可见卖羊肉汤的小店，
据说羊肉汤在这里不仅代表了美食，更成为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。当地的这一直就爱好这个样子，味儿比较浓嘛，比较纯，看的都是油，不腻。上这辣椒，对，咱们正好吃的在辣里边儿呢。这就红肉，咱们这红肉它你喝再多不带上火嘞。咱这萝卜配这个羊肉汤，这咱这一片都好这样吃法。这个萝卜一泡到里边，一吸那个油香味跟那个咱那个萝卜是一样的。烙馍卷羊肉泡饼再喝汤，当地人独特的羊肉汤吃法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。而说到这种吃法新奇、味道不同的羊肉汤的形成，据说是和利民镇当地传承的制作技艺是分不开的。骨头跟肉跟油缺一不可，是脆骨干嘛？就是为了让它出这骨头油。哎，对对。我叫蔡天宝，我从15岁跟着我父亲就是王堂，已经干了33年了。咱这利民镇这羊肉汤啊，最基础的一点就是必须得用豫东小山羊。哎，得用豫东小尾山羊，这个羊必须得把关。嗯，谁家羊？嗯，山羊的。嗯，那你看那个肉质，它肉质跟那个外头山羊肉质不一样，肉质发嫩发白，你看嘛。不过是咱山羊的豫东山羊，山羊羊。山羊羊，哎，可以个体户山羊的三只五只那样收的羊是吧？你看那外头肉质发红，你看这，你看这发白发嫩。而且是不是它肉很有弹性？哎，是的，是的，它粘手，把粘住，粘，对对对。当地农户散养的豫东小山羊来制作羊肉汤，据蔡大哥说，不仅是制作的基础，也是利民镇当地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方式。而说到羊肉汤之所以深受当地人的喜欢，和这一层红亮的羊油辣椒也是分不开的。纯辣椒熬制的红星小油，食欲感很好。那我看你锅里还会放点辣椒呢。放点辣椒漂得好看，为了你下一步熬制辣椒油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咱熬这个干嘛？这个辣椒，你要这个煮法，这油这把这个白油不得煮熟了吗？煮化了以后是用来做这个羊肉辣椒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走。你要得搅动，要不然它糊，然后它苦。一般成啥程度都是感觉可以了。你看那个上色程度，辣椒白糊了，如果糊了的话，这个油就会苦了。哎，颜色变重了吗？而且这个味儿也出来了。啊，香味儿非常香啊。红亮不褪色，久放而不坏，这就是利民羊肉汤熬制红油最大的特点。将羊油辣椒随汤一起熬煮，不仅可以增色，据说还可以减少羊肉中的羊膻味儿，提高羊肉汤的鲜味儿。撒上一把葱花和蒜黄，烫上几片羊肉，舀上一勺肉汤，再来上红油，一碗属于利民镇特有的红油羊肉汤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哎呦，我发现我压不住你啊！那必须的。那接下来咱不说颜色了，咱换个地方哈。我接下来要说的是烹制时不一样的容器。哎呦，我接下来说的这个，是装在罐子里的哈。路易的妈虎，听着俩名字，妈虎。哦，用黄豆做的那个。又知道了。那必须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也给你来一个在罐子里边装的。啥呀？5缸的罐饺。饺子。对。卖的量还是可以，两大摊子还是不够卖的，老早就卖了。我这也得去做，咱毕竟一个是名车，也是非遗文化遗产。
每天早上7点之前，47岁的谢长富就会和70多岁的母亲准时赶到位于鹿邑县城北关菜市场的早餐点儿。大碗往后带走。好嘞，这都是常喝点儿。要我也。妈糊，鹿邑特色美食，颜色微微发黄，外观上看有点像豆浆，又比豆浆浓稠，有点像豆腐脑，可比豆腐脑松软。10点来喝，8点，他这出差我都不来喝。香，没喝着。我们就是喝着长大的。无论是早晨还是晚上，妈糊不是当地人的小吃，而是人们的主食。香，甜。爽滑滋润，很纯的那种粮食的很香的味道。对，它是用什么做的呀？黄豆，给咱敲门。老谢家每天早上卖2大桶，晚上2大桶，他家的妈糊一天能卖1000多碗。每天凌晨3点，谢长富和他的父母就会准时开工，把浸泡好的豆子冲洗干净，同时淘洗小米。看看米油都出来了，它该糊涂了，没有米油子了，这个麻糊子的品质才会好。豆子和小米分别用机器打磨成豆浆和小米汁，过滤之后的豆浆倒入大锅慢慢熬煮。小手的放在铁锅，小米汁用筛子过滤，然后拿特殊的工具碾压晃动，把小米汁和残渣分离。锅里边的豆浆，这现在一起都是麻糊了。据说在这个民国以后，这战争时期，连造这个数月的这个雨水，粮食无法淘洗晾干，磨不成面。有人就想把这个米长磨碎打这个粥，原来那长小磨的叫磨糊，这后来呢，人又想呢把这个豆子泡出来以后磨碎，给这个米磨碎，合二为一，搁桌上，这个口感还比较好，这个营养呢有如母汁，所以呢这时间长呢，人都叫它那马糊。这一回来，你都是再好的饭，它也遮不住马糊，先回来先找马糊喝。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呢？看着臭，你到这个嘴里边，它是吸糊的，它是不糊嘴的，到嘴里边是还吸糊的，还弄糊的，在你咽的这个时候还香闷呢。妈糊子，这是鹿邑当地人的叫法，亲切朴实。说它是磨糊也好，糊涂也罢，妈糊当地人从小喝到老，所以就喝出了妈妈的味道。成了人们早点和晚餐桌上难以割舍的一道美味。是这个吗，导演？罐儿饺子啊，是这个罐儿？我以为是什么灌汤包啊什么的，丸子汤呀。导演全来了，罐儿饺，饺子呢？饺子呢？饺子呢？哎呦，在这儿，这个看见了。好。哇，我觉得不一样，完全跟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。可别说，刚看到罐儿饺子，孟涵就刷新了自己的认知。乍一看，罐儿饺子顾名思义是装在罐子里的饺子，可还没看到饺子，入眼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丸子，而盛在碗里又散发一种酸汤水饺的熟悉气息。这罐儿饺子到底是什么呢？以前那个人不是生活条件不是太好啊，所以说都咱那个经常包点饺子上街上卖，人吃到饺子感到喜庆新鲜啊。
再后来呢，这个因为这个生活条件慢慢经过提高，再后来这个家里有丸子，这丸子穿了吃来越来越多，这丸子里是这个内角，外是外端。但是罐角啊，它是用这个容器吗？这个就是罐吗？啊，是，这是个瓦罐。瓦罐。对对。给我来一碗吧，看着还挺不错的。跟印象当中的饺子不一样，跟印象当中下面生着火来现煮的丸子汤也不一样，然后罐子也没见过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啊，有人爱吃丸子就跟老板说多盛丸子，有人爱吃饺子就多盛点饺子，这个是根据你们自己的喜欢来选，但是这种形式真的觉得是不没见过。我觉得它这个丸子已经把这个汤里面的酸和辣全部都吸进去了，感觉有点像是萝卜丸子吧，能吃出来一点点萝卜炸的那个香味儿。啊，谁说是肉的？谁说是？有人说是肉的吗？不是肉的，尤其是这个丸子嚼到中间，居然还有一部分比较硬。我觉得很纳闷的是，它这个饺子跟丸子为什么泡了这么久，丸子还能吃出来筋筋的，中间脆脆的感觉，然后饺子也没有泡粉，还有就是它这个汤特别有滋味。老板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？而且罐饺是不是那个罐子也有什么秘密？大哥，这个饺子为什么在汤里面泡了这么久，吃的时候还是没有泡散的感觉呀？它到底是哪点起到作用呢？醋。醋啊，对。是里面放的酸辣里，它是个醋。嗯。用醋说一说这个饺子包的时间面。嗯，和的时间还有这个煮熟了以后就放了油醋，用这两个台底儿保持这个饺子在一外面很光滑。对对，一般保持一般的时间它不会烂。哎，我还以为是跟这个罐子有关呢，那这个罐子有啥用啊？罐子第一它有保温，它有透气通气。嗯，所以说这个饺子就像包的自然冰箱一样，所以说它一般它不会烂。哦，自然冰箱。这个罐子现在都是就在俺这商业街一般都是买不来了。这种罐子光这一个30多年的这个罐子应该很珍贵，一般俺卖饺子时间，所以说保持一定要小心翼翼的。哦，这个柜子现在可以说也不说独一无二了吧，也差不多了。我还以为这个罐子啊，它就是一个摆设啊，就是饺子直接放在这里面，原来它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。全把这个柜儿，因为啥叫柜儿饺子？所以说这个罐子是起很大的作用。全部都是老的遗留下来的遗产吧。这是为了纪念俺大，这等于说俺爸因为饺子给俺养大的，他传着大说50-60年呢，到俺手里叫他失传呢，所以说对不起俺大爷呀。大年初二，按照年俗要回娘家。对。哎呦，回娘家了之后，这岳母要拿出来各种各样的零食招待女儿、女婿，还有外孙、外孙女儿，是不是？对。三明侠的面豆最合适。哎呦，这是土里炒出来的。嗯，而且吃起来是嘎嘣脆呀。嗯，那我这边呢，就给大家伙介绍一个来自博爱的滚凉粉哈，把这个生活呀过得是热热乎乎的。哎呦，滚滚烫烫的。对。那在这里呢，香香要祝所有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笑口常开。这东西太好吃，我就越吃越敢吃。正炒着呢。哎，咱整个在这加工。这是用土在炒。这是用啊白面糊。这个吃着嘎嘣脆的小零食，竟然是用土炒出来的。面豆，陕州的特色小吃，其实是一种面点，而把它加工成熟的介质就是当地的白棉土。掌握住花糊，土炒着了以后纯化合，就不能再用。到哪呢？赵守定和赵本菊夫妇60多岁，老两口做面豆的历史已经有30多年了。逢年过节、家有喜事，陕州的男女老少都爱吃面豆。老年、儿童都可以。你看着是土里边钻，这白土经过高温烧了以后，它不脏。可是你土经过高温，这白土烧了以后，它这是都减为小事。像这成熟，这豆就成功了。那好做，吃着瘦又脆。真的，一般说，你像咱吃油炸麻花什么的，刚烤完，都是软的，刚炸完，这个特别脆。嗯，对。那，听声音。
一点也不觉得沉，没有觉得沉。哎呦，好香啊！其实，在我们河南，用白棉土炒制的特色小吃还有济源的土馍，加热之后，白棉土会像沸水一样在锅内翻腾冒泡，温度将近200度。白棉土并不好找，一般在老旧的窑洞上或者土沟边才能找到。白土地界话都是用大土机打，打了以后就是长筛子把它筛筛，裹一下筛，它成像那细面啊，非常细。白棉土炒制虽然说是关键，可前期的和面环节也有讲究。这样子嘛，这芝麻也是先炒熟了啊，就是花椒的叶子吗？啊啊，花椒麻着叶儿不麻。香味更浓一点，哎，对，因为说的什么，就是最初是要做给小朋友吃的嘛，啊，口味上可能更大众点，这个花椒叶的确是更香一些，啊，这无香无香，这真的很好闻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椒叶，啊，它在这个受热了之后，在面豆里，它简直是灵魂的那种提味儿，啊，切了以后是不起，它就这样的放下。它经过一段时间吧，它发了以后下到这个锅里边一炒，它脱落脱落，它就起了头缘了。箩筐过筛，尘埃落定，做出的面道白棉土的痕迹荡然无存。有葱豆，有甜豆，还有葱花。您没听错，这也是凉粉儿。凉拌的凉粉儿、炒凉粉儿很常见，可这种像粥一样喝的凉粉儿还真是有点意思。为啥没见过呀？这个东西当地我们在这的怀京府嘛，怀京府这个八个县以过去这个这个都有啊，怀京府的一些的老人的东西，有的是绿豆糊涂，还有糯米糊涂。以前老人们叫什么，都是热凉粉、滚凉粉。一锅就是那四桶。我爷爷那一代，他就是干这个担子挑着卖那个，也接卖那个凉粉。后来我父亲手把手把我教会了。据胡师傅说，他这个是老一辈上面流传下来的，到现在呢都已经是100多年了。口感好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喝。你看，真的像凉粉，但是它比凉粉有那个软和一下，它就是爽爽滑，而且口感特别的好。滚凉粉儿，顾名思义，它和一般的绿豆凉粉儿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绿豆要清洗干净，然后充分浸泡，泡胀的绿豆打浆。现在这个就是绿豆浆。对。喝进去，它就是那种比较滑的那种感觉，比较细腻。胡师傅说，他们家的早餐就卖些滚凉粉和油茶，看着很简单，可是洗豆、打浆、熬煮以及各种洗洗涮涮特别繁琐。尤其是做滚凉粉，为了保证食客们能一早喝到口，胡师傅每天凌晨2-3点就已经起来忙碌了。微波，微波是在慢慢就。不停地搅，还得搅着锅底。那放我洗手。现在我看这个颜色已经开始慢慢变绿了。看来剔透了，看到没？晶莹剔透的感觉，好漂亮呀、啊！这个颜色。关火吧，关火之后，它把关火。哦，站在
这个锅台前面确实是非常的热，像胡师傅跟爱人他们两个人大早上就在这儿，确实真的非常的辛苦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。